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哈。这个平均速度呢，就是单位时间的位移。好，那位移我们知道呢，什么？是一个向量嘛，就是说，就是末位值减掉初位值，哦，这相当于呢是 PQ， 哦，这个向量，哦，在平面上是这样表示。哦，在直线上的话呢，从这里过来带到这里的话哈。它的位移的话就是这一块，啊有方向。啊路径长的话就是说哈，这直点呢走过的路径，它的总长度叫路径长。好，在直线上的话，像这个的话，这个叫路径长。我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是这个长度啊，再加这个长度，哦就是往右的路径长，加上往左路径长，这个就是总路径的长度。好，啊这个呢，平均速度哈，就是说，在什么呢？在单位时间哈，它会，哦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小明的哈，从他家，哦，比如说这是20号，走到小英家，哦，小英家的话哈，这比如说是50号，找小英玩。然后比如说花了10秒钟，那这样它平均而言，哦，平均而言的话哈，它每秒呢可以位移呢多少公尺？哦，比如说这是公尺，那就是50减20嘛，它花了10秒，哦，就每秒的话呢，它走了3公尺，哦，约掉，哦，平均而言呢，啊。每秒走了3公尺，啊有方向的，往东了。啊，比如说它不是走直线的，它这样绕个弯过来。啊，比如说，它这里还要经过什么？这个位置，比如说80好了。那它这样的话，路径长就等于多少？路径长的话，哈，就这是30。好，啊，这是30。哦，这30或者是叫70好了，这30加20，这50啊，50啊，再加多少？这样回来是20，所以它路径长是70。啊，比如说你说花了10秒，那这样平均的话哈，每秒呢就走7公尺，啊，这是没有方向的，哦，这叫做所谓的平均速率，也就是说。平均速度是单位时间的位移，那平均速率呢是单位时间走的路径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，好，他说某人上山速率是6公里每小时，6公里每小时。好，下山速率是8公里每小时。哦，这是没有方向的。好，择其往返一趟的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各如何？好，啊，平均速度当然等于零了，因为它上去再下来，这初位值是在这个假设叫原点。初位置在原点，末位置也在原点，所以它的那个平均速度，我们假设这个叫 x 轴，等于多少呢？零减零啊，哦，啊除以那个德塔 t， 啊德塔 t， 反正就是零嘛，所以答案是零，所以它平均速度等于零。好，啊平均速率呢？平均速率我们怎么算呢？我们就假设它上山的那个距离叫 L， 上山的路径长叫 L， 它下山当然是 L。那我们现在先把那个上山的时间算出来，T 上，上山的时间是多少 ？L 呢除以多少呢 ？V 上，V 上，上山的速度。好，啊这等于啊，这是等于 L
除以 V 上是6了。好，啊，下山的时间多少？就 L 啊除以下山的速率。L 啊除以多少？除以8。好，啊，这样我们要根据那个平均速率的定义哈，就是总路径长，总路径长是上去是 L， 下来也是 L。啊，除以所花的时间，哦，六分之 L 加八分之 L， 哦，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。上面是2L， 啊，下面多少？通温，通温的话应该是24啊，啊，六是24嘛，四加38是4L，L 可以约掉。所以这是7分之多少呢？2乘以24 48。所以平均而言哦，它那个每小时哦走7分之48公里。